94年度高龄女性演习。首先，容我在这里为各位介绍心灵指导。我们再次谢谢院长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次演习的主持人。接下来是我们卫生署侯署长参与。在这里，我就不一一做介绍。的主持人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。李署长，各位参加演习的各位同仁，还有今天承办演习彰化县，我们台湾是冬天候鸟的一个中途站，那所以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对我们来讲，是一个重大的考验。我承认刚才李主委所讲的，我们台湾到现在还保持一个是非疫情这样的一个优良记录。那么世界对我们的这个防疫能力也相当给予高的评价。那我们不只是防疫能力，我们在检测、在治疗方面，其实这几天大家看到这个新闻，我们是少数可以制造这个流感的这个药剂的一个国家之一。这个在世界很多都觉得很意外、不可思议啊，但是我们就是有能力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能够掉以大意。我们基本上总结过去 SARS 的这样的一个经验，那我们这一次因应这个禽流感，第一个我们在防疫的这个机制方面，那我们温级温层复层，那从中央到地方地方里面大部分的县市都已经演习过了。从防疫所出发后，到达花苑乡境内，执行管制区边缘起1至3公里内养鸡场移动管制工作，接着由环保局派出稽查员到花市场周边监控扑杀处理情形。